陈海琳同欧金堂今日出席 Hong Kong Express 小龙客机命名活动。Grace 透露，爸爸是李小龙的疯狂粉丝，屋企仲有爸爸 cosplay 李小龙的相簿。提到前晚孖住男友郑嘉颖参与好姊妹聚会，好似好温馨咁。我哋昨晚就有个聚会，咁咧我哋就一起煮饭，煮咗一个泰式嘅一个晚餐，咁跟住就同佢即系庆祝下咯，因为佢可能年尾都会生得啦，咁都系想喺事前嘅时候见到佢多啲，惊佢到时坐月啊，有咗 B B 可能佢都比较忙啲咯。日前在舞台的不慎跌断手的欧锦棠，活动上单手示范双截棍，相当厉害。他受访时表示，现时生活要靠老婆照顾。咁就前日出事噶啦，咁寻日就再去睇个专科骨科，咁就好彩冇碎骨，冇碎骨，咁就唔使做手术。个教都搏得好好嘅，咁就而家佢换咗个玻璃纤维嘅托俾我啦。咁就舒服啲、輕啲啦，咁但係就亦都穩固啲啦。咁啊，三個禮拜後去睇情況，就希望同我拆咗佢啦。因為3個禮拜可以拆個托，咁然後就做物理治療咯。咁啊，剩翻幾日物理治療，咁我就應該可以活動自如，咁就再做下一套戲啦。你試過一隻手生活未啊？未試過咧。沖涼就要靠老婆啊！我直頭覺得好似喺安老院度做嘢咁啊，唔喺度生活咁啊，著褲都要老婆著，仲係同埋我又衰啊嘛，我中意著窄褲啊嘛，窄褲你點穿啊？係咪咁啊？要老婆係啦，即係而家好得意嘅，老婆咧就早晚咧都會同兩隻貓，因為我兩隻係波斯貓啦，咁啊淚水比較多啦，咁啊日日都用藥水同佢哋洗面嘅，抹面抹眼啊咁樣，抹完兩隻貓就順便抹我㗎啦。